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20面，620面，我们从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，最后一句看起，倒数第六行，其所见得之大愿，自然其理其机，照真大数，其理照真，故其大愿是相为体。究竟了义，利用无量，切机大俗，故善切机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，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，理义度合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呀，称为礼义之邦，这是在全世界真正少有的，这个国家、这个族群、这块宝地上的居民有礼有义，实在是太可贵了。那我们现在把礼义疏忽了，忘掉了，忘了多久呢？大概150年，这个时间不很长，但是也不短。今天我们的社会遭难了，原因在哪里？老祖宗的教诲疏忽了，受到老祖宗的惩罚。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，没有不照顾后代的。这些灾难，它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大概是让我们觉悟，是逼着我们回头。我们要不回头，我们束手无策，没办法了。一定要把利益找回来。离义是什么呢？离义者，仁义礼智信也，世间道德也。这五个字，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叫五常。我们传统文化四个根本。五伦是第一，五常是第二，四维是第三，八德是第四。中国千万年来就靠这四样东西，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，太平盛世礼义之邦，和谐社会都从这来的。老祖宗东西用了千万年了。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是4500年，就是文字是4500年，皇帝时候发明的。皇帝以前没有文字。有没有文化呢？肯定有。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我相信绝对超过10000年。为什么呢？印度婆罗门的文化有13000年，我们不会输给他。
所以我们从孔老夫子他老人家谈话当中他所说的，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。述而不作是说他只是叙述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他自己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。一生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祖宗的东西。对老祖宗、祖宗的东西呢，他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，还喜欢，信而好古。这种求学的态度，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。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社会年轻人，他们学习态度与这个完全相反呐、相反学不到东西。学相反了，你学习的是皮毛，你得到的是啰嗦，不管用啊。换一句话是，有害而没有利。也许大家看到眼前有利，但是十几二十年之后问题出来了。就正像现在的美容一样。很有效果，又没化马上就改变了。十年二十年你苦不堪言了，毛病都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它不是自然的。美容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。你自找苦吃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老祖宗。这个信心怎么建立？我提出的建议是佛，在佛法上建立信心，然后回过头去学老祖宗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信心，没有沉浸，老祖宗东西学不到。靠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我们的信心，那要从小扎根。我们学习的机会错过了，现在只有找佛，从佛这个地方呢去找信心。佛家是信为道源功德母。佛是很善于教人建立信心。信什么呢？佛不是叫你信他。佛要叫我们信他了，我们不服啊。佛叫我们信自己，这个妙绝了。先信自己再信他。佛家的信是这么建立的，头一个相信自己，第二个相信他。所以它不同于宗教啊，宗教里头一个要信神呐、你不能信自己啊。可是佛不是的，佛头一个信自己。信自己是什么呢？信自己本来是佛。跟我们古人教学是一个道理。我们古人教学头一个叫人信。信什么？信本性本善。你看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也相信这个。其实本善跟我们本来是佛意思很相像，很接近。所以这是教育。最好的教育，真正的教育家。他教学第一个就把教学的宗旨告诉你。教育的目标告诉你，你来学，学到最后是什么？学到最后是本性本善开发出来了。学佛呢，到最后你成佛了，这个教育才算圆满呐。如果学佛，你永远做不到佛，
永远做佛的弟子，佛的教育就全盘失败了。圣贤教育总希望下一代超过自己，跟自己一样都不光荣， 不光彩。嘿，超过我，我的学生超过我了，这是光彩啊。这是进步啊。一切都要超过自己。智慧超过自己，德能超过自己，这个福报超过自己，样样都超过自己。我的教育成功了。一代比一代好啊，一代比一代昌盛啊。这是东方圣贤人教育的理念。决定没有自私。决定不会练法。这些理念与性德完全相应。我们学佛，对于儒家这个四德，我们佩服，我们要学。它是学佛的根基呀，特别是仁义礼智信。仁是什么？仁是爱人，推己及人，这两个人。想到别人，就想到自己；想到自己，也同时想到别人。我们有福同享啊，不是独享啊。独享是圣贤人认为可耻的。那不是好事，不是善事。真正的善好是与一切众生共享。现在人常常说的共存共荣，这是佛法，这是中国传统的理念，人人平等，在佛法讲万物平等。这个意思好啊，这第一个意思，仁者爱人。我爱自己，我就爱别人。我不愿意伤害自己，我不可以伤害别人。一切呢，都是将自己去比别人。我希望我有智慧，我希望我有福报。我也希望人人都有智慧，人人都有福报。这个世界才祥和，这个世界就真正有福。少数人有福报，多数人没有福报，那个多数人会要搞革命啊，会要造反呐。那你少数人的福报也享不成了。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有福报，这个思想，诸位想想，这是共产的思想啊。所以真正的共产是谁呀？是佛教。这个东西共产不容易做到啊，佛教是真做到了。佛教是一切众生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，所以他的口号是生佛一体，生佛不二。你看看，他把众生摆在第一个，佛摆在第二个，他不是说佛生不二，生佛不二，尊重别人。
啊，生佛平等啊，佛教化众生，希望众生都能觉悟啊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这个是教学头一个目标啊。啊，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？教学啊，这跟我们中国老祖宗认知相同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他把教育摆在第一，你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家庭也是如此啊，家庭里头把教育摆在第一啊，人都教好了，这家庭就幸福啊，国民教好了，这个国家昌盛啊，国运昌隆啊，啊，所以教育摆在第一了。佛是把教育摆在第一，释迦牟尼佛一生，他不是喊口号，他真干了。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，没有一天休息。这一点不能不细心去体会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法？啊，那就是救度苦难众生。众生太苦了，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颠倒来的。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，于是他想错了，看错了，也说错了，也干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啊，错了就错了，就造孽了。啊，造孽后面就受果报，苦报，因为他所造作的都不善，都跟本善相违背。啊，都与性德相违背，就是与仁义礼智信相违背。不仁，啊，自私自利，不晓得爱人，不义。啊，意识合情合理合法，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啊，所以无理无知无信全都违背了，灾难就来了啊，五个字通通没有了，果报就是现在的地球灾难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，就这么来的啊，这五个字没有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贪嗔痴慢疑不忍，变成贪婪不义变成嗔恚呀，功高我慢了啊！无理你变成疑惑啊！我疑惑应该是无知啊，傲慢应该是无理啊，无理变成了傲慢，无知变成了愚痴。无信变成了怀疑，贪嗔痴慢疑，变成这个东西了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病因呢？啊，于是，在情绪上，它就变成怨恨、恼怒、烦。啊，在行为上，它就变成了杀盗淫妄。就干这个了，又灾难来了，天灾人祸统统出现了啊！怎么对治这问题现前呢？怎么解救啊？救苦救难怎么解救？仁义礼智信可以救
啊，圣贤教育叫什么？就叫这个东西，千经万论，不离这个原则。啊，佛教的经典也不离这个原则。仁义礼智信，在佛法里是什么呢？五戒呀。啊，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啊，不邪淫是礼，不妄语是智，啊，不饮酒。啊，不饮酒是智啊，不妄语是信，那不就是那五戒吗？啊，佛法五戒是它的根呐、啊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五个字是传统文化的根之根。啊，你说《弟子规》学什么？不就学这五个字吗？啊，感应篇也不例外，也是学这五个字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？啊，这个东西是普世教育，是世间道德也。啊，特别是中华传统道德教育。啊，就这五个字啊。啊，离。但此二字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，是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之社会道德与规律。全世界各个宗教共同居住的四种界啊，我们看许多宗教经典，里面都叫人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，这个四条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啊。啊，只是佛教讲戒酒、不饮酒，别的宗教不戒这个。啊，杀盗淫妄，通通都认为这是坏事，这不是好事。啊，那么在这里啊，礼义都和。不同族群的圣贤，不同宗教的创始人，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在一起开过会，啊，交流没有，但是见解都一样，啊，这个是中国所谓的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啊。那古圣先贤。通通都是一样的看法，一样的想法，这就不能违背了。这不是一个人创造发明，是大家共同的，共同的之间不就是心得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听到也不反对呀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许多国家地区，啊。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我们提出跟大家谈谈，没有一个反对呀，那没碰到反对的。啊，我们原先以为还跟人辩论，这十几年了找不到一个对辩论的机会，大家都接受了，都点头，都认为这对的。啊，大家都认为对的。我们再去不去做它，啊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啊，大家既然以为对，咱们就赶紧做。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做起，不要希望别人，希望别人你会失望。希望自己，从我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这个小团体、小圈圈做起。啊，慢慢影响扩大。
哎，就能救这个地区。啊，就此一方。啊，再扩大，就能救国家民族。啊，就能救世界。说法之愿呢，必须与之相齐。这个与之呢，就此地讲的离异多。你的愿不能与离异相违背。你这个愿叫善愿。啊，说的详细一点，不能跟仁义礼智信相违背，不能跟无戒相违背。这个愿是善愿。啊，实能为当时社会之所容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十年当中，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，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回响。啊，每年国际上有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，啊，目的都在此。啊，希望宗教能团结，希望宗教能互相学习。啊，这么多年来极力提倡啊，啊，从我自己本身做起啊，啊，我学习宗教的，这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啊，这个里面我抄写的是世界十大宗教的经典，啊，值得我们现前社会啊迫切需要学习的，我全都抄在这一本里。啊，抛砖引玉啊！啊，赠送给不同的宗教，恭恭敬敬，请大家指教。啊，我首先学习。啊，我尊重别人的宗教，敬他们宗教所附所供奉的神，啊，我们尊敬呐，读他们宗教的经典，跟佛教经典不分上下，不是我的好，你比我不如。一律平等。啊，我跟宗教往来，我肯定，啊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，造物主。那在佛教里面，佛教里面有真神呢？啊，佛教没有说到这个。但是佛教讲的造物主，啊，什么是造物主呢？阿赖耶是造物主。嗯，这桩事情，现代的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现代科学里面讲，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，其他全是假，就三样东西。啊，第一个物质，第二个信息，第三个能量。啊，这三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三个东西造物主，整个宇宙就这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。那佛家讲这三样东西叫阿赖耶，这佛教名词。啊，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
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这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被科学家发现了，那我们佩服到极处啊！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谁能见到阿赖耶呢？八地菩萨能见到阿赖耶。那么现在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？不是，但是他见到了啊，他所见到的跟八地菩萨见到了不一样。八地菩萨是从定功当中亲自见到的，他是用数学、用科学的仪器观察发现的啊，发现呢，现在是物质搞清楚了。那两个没搞清楚啊，信息知道这个物质是信息变现的，就意念变现的，但意念从哪里来的不晓得，没搞清楚。八地菩萨清楚啊，他还是差一点啊，但是能够找到这个边缘，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，科学的报告对我们带来了信心，因为我们不是八地菩萨，我们也没见到啊，我们只是在佛经上看到啊。现在看到科学报告跟佛经对起了一笔对照啊，我们佩服科学家，也佩服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们都佩服啊。那么佛说了，科学家、哲学家，大概他们的极限就到此为止。啊，信息从哪里来的？能量从哪里来的？他找不到了。这个事情一定要为证方知。那怎么样证呢？要把那个念头放下，他们现在是用思考啊，啊，用研究啊，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，啊，佛说，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广大，对外，它能够圆虚空法界，对内呀，它可以圆到阿赖耶，但是圆不到自性，佛家讲的真如本性，它圆不到。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呢，他圆不到。那个要什么？那就为正方知了。要用真心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这就叫真。啊，谁放下，谁就见到。比科学家的报告还要清楚。啊，还要肯定。没有丝毫怀疑啊！禅定当中，时间、空间都不见了，你才看到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。决定啊，是与自信相应，与现代众生、现代社会也能相应，这个道才能行得通啊，方能弘扬教义，普利众生啊。如果不契机，跟现代社会众生所需求的不相应，一好东西他不接受，他不肯学，那这个教学就不能发挥作用啊！必须要做到契机切利啊，普利众生。
包罗表里，这个简单讲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。表是外表，就是现前的社会当中，理是自信，是真心啊，那是理，能生能现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，那是理啊，要包罗表里啊，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体相用通通包罗了，体是理啊，相用是表啊，啊包同啊，底下讲的同这个包是一个意思，罗家乡俗语，罗之言是就是汉室啊，这些字都不难懂，故之包罗就是包容汉室啊，表之思想，离之离体，离体是自信，是发心，故之包罗表里者，即离思双缘，真俗并照，众妙齐收，万类普摄，这意思好啊！啊，你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啊！你没有偏爱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念啊，你才能包容啊。如果你有偏执，你就不能包容啊，你执着一个主观观念，不能容纳别人，错了啊。佛法没有自己，就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甚至于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相，所以他能包罗啊，没有不包含，像虚空一样。啊，这离远，四也远了啊，离是能生能现，四是所生所现。啊，离四双缘，真俗并照，这个并照是讲智慧起作用。啊，对于真就是离，完全了解，对于俗，俗就是思，就思想也是通达明了，没有障碍啊。于是众妙齐收，这个妙是善啊。贤首大师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德，第一个随缘妙用，那就是此地四句话了，随缘妙用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好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这是随缘妙用啊。众生心是什么呢？是念头，随着众生起心动念而现象跟他相应啊，随相应这些能现的人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妙啊。
如果在起作用的时候，现象作用有了分别，有了执着，就不妙了。为什么？有分别，一定有离我他。我们前面讲仁义礼智，人破坏了。佛法解释这个人高明啊，自他是一不是二的人呢。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但是凡夫还是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有分别有执着，他就有好恶，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。这喜欢讨厌生烦恼了。喜欢这个念头，跟天堂相应；讨厌念头呢，跟地狱相应。这两头，他两头都有。你看，一个念头里头的两头都有，两头都有的果报在哪一头呢？就看哪一头重。先受报，轻的后受报，不是说受这个报不受那个报了，不是的，通通都要受，只有先后不同。这些事情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敢起念头。知道什么？起念头是错误啊！可是不起念头又做不到，没办法控制。净宗法门就妙了。净宗法门叫人，你换，你把念头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办法太高明了。不起不行，换行。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换过来，真妙啊！这妙中之妙啊！叫我们换念头。无论是善念、恶念，统统都有报，只是先后不同。没有不报的。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受报的地方。善念三善道，恶念三恶道。我们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了，果报就在极乐世界。三善道里头没阿弥陀佛，三恶道也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。理总要搞清楚。事呢，我们就不会违背了，我们会做得很如法。这才能够万类普摄，也就是万类普度啊！你通通都帮上忙了，上至下狱，悉得度脱。上住上至，善根深厚，悟性很高，帮助他高登品位。下狱的人善根不厚，智慧不高，也能帮助他往生同居净土。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。只要往生，无论是哪个土，同居土、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了。这不是你修成的，你到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报。阿弥陀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佛报通通加持给你，你当你享受到了。
享受这个福报起什么作用呢？这个作用不可思议。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像化身菩萨一样，与十法界有缘众生感应道交。有缘众生求你帮忙，你就能现身，就能给他说法，你这个能力了。这个能力在十方世界祝福这个暴徒里头，凡圣同居徒里面，不可能，你做不到。那什么？那是六道的凡夫啊，六道哪有这个能力？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十报庄严陀的菩萨才有这个能力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等于具有十报陀菩萨的这种能力，智慧能力。这是真真不可思议。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，所以得到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赞扬。大家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弥陀弟子备受十方如来的尊重。十方如来一看，阿弥陀佛弟子真是特别照顾我。所以要做弥陀的好弟子，不能丢阿弥陀佛的人啊。世出世间，融通无碍。世间是讲六道，出世间是讲四圣法界。六道是世间的秽土染污严重，四圣法界是世间的净土。那个里面住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在那个地方修行，他是净土。过度这两个字怎么讲？无疑，经题为过度人道经。就是无量寿经有这个经题，叫过度人道经。过度呢，表自出生死，业能业令人出生死之意。这个解释我们就懂了。自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了生死出三界，也能够帮助别人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叫过度。谁有这个本事呢？阿罗汉就有。四圣法界里头的这一些声闻缘觉菩萨，他们有这个能力。这是能力低的。那高的就更不必说了。解脱解惑业之苦，脱三业之苦。解我们念解，念去身当动词用，就是把它解开。不是名词，是动词，把它解开。解开什么呢？迷惑。
啊，就是破迷开悟，啊，解惑是破迷开悟。啊，迷就像绳索一样，把你捆缚住了，你不能动弹，你不能自由了。啊，现在把这条绳子给你解开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惑业两个字包含的范围很大。啊，惑是迷，迷了你才造业。啊，造业就受报，那个负就是受报。啊，把你的迷惑。惑业解开了，你才能够脱三业之苦啊！啊，三业是什么？身口意啊，三业之苦啊，就能够离开了。为实速记曰：解为利福，脱为自在。跟前面意思都相同啊，解是离开媳妇，脱是脱离了三苦，你得自在了。又曰：解脱者，提及缘起，有烦恼障，付诸有情，横出生死。正缘起矣呢，能离彼缚，离解脱名。啊，那么这是解脱两个字的意思，与前身不一样。啊，前的是讲你断烦恼、开智慧。啊，身的来讲呢，是了生死、出三界。啊，再生的意思呢，是破无明证菩提。啊，那是究竟解脱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阿罗汉辟支佛与三德密藏啊，它只有一个解脱。解脱呢，叫半个解脱，就是一半解脱，一半他在，其余的发生，他没有真的，般若没有真的，只有解脱得了一点点，啊，这是什么阿罗汉呢？辟支佛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。只有超越十法界的人，这个三德密藏啊，他统统得到了，发生证得了，般若证得了，解脱证得了，这三个都证得了。啊，这三个是属于自信的信德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有的，只要你把障碍去掉。啊，障碍就是三种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呢，这三个名词，不是这么说法的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啊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。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啊，是一个意思，但是名词不一样。啊，两个名词合起来看，意思就更清楚。啊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
所以这也是唯识疏记里头所说的啊，说的比较深啊。现土体就是缘起，缘起是自信啊，缘是圆满，即是即灭啊。什么东西圆满？一切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那举个例子来说，佛常常用三种东西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德能，一个是相好啊，这三个全包了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啊。即是什么？即是即灭，烦恼都灭掉了啊，见思烦恼即了，即灭了，尘沙烦恼即灭了，无明烦恼也灭了。所以即是从灭来说，即灭啊，这叫缘起啊，烦恼习气统统没有了，叫起。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统统显出来了，叫缘。啊，我们看这底下讲，你看烦恼障，付诸有情。啊，烦恼障碍了，这个烦恼，三种烦恼都在里头。啊，见思尘沙无明都是烦恼。啊，付诸有情，有情是六道众生的，六道众生通通都有这三种烦恼，而且非常严重，所以横出生死，很永恒啊！他在六道里搞生死，他没有办法出头啊！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脱离不了六道那叫苦不堪言啊。六道里面搞什么都搞的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，报恩报怨，恩又会变成怨，怨又会里头又变成爱，只是搅和的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啊。啊，不要说你一生了，你就一天，你好好想想，你那个念头喜怒哀乐在那头翻滚。啊，佛看的这个现象叫可怜悯者，你在里头煎熬啊。啊，这是讲六道众生正缘即已，这是讲修行正果了，真正正到缘起了。啊，正到缘起是法身菩萨，能离彼缚啊。啊，这就是你三种烦恼都离开了，这叫解脱啊，这是究竟的解脱啊。盖为甚众大愿，这是讲甚众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都称为甚众啊，他们发的大愿，怎么发的？个个都学阿弥陀佛。前面我们读过，阿弥陀佛发48愿，他们通通都发48愿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加持给他，弥陀48愿用5劫时间修行。
阿弥陀佛，这48愿愿愿圆满了。这种功德加持跟大家，大家一发48愿，那个效果就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，它就相应了，沾阿弥陀佛的光啊！阿弥陀佛用5劫时间修行，你不要用5劫啊，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光就沾上。起的作用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是一样的作用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能令自出生死，自己永远离开生死了，证得不生不灭了，并摄一切有情出离生死啊！你能够教化一切有情众生，这一切有情众生呢，一定跟你有缘啊！所以说，佛不度无缘众生啊。哪些是有缘的呢？无量劫来在生死轮回当中啊，跟你是有恩有怨啊，或者是有债务关系，这都是有缘众生。啊，曾经跟你点过头的，曾经瞪你一眼的，都是有缘人啊。他们还在六道啊，还在那里挣扎了啊。他们这些信息啊，心里想，哎，有人来救我，像佛菩萨来救我。你收到这个信息，你立刻就有应声，就有回应啊。这个回应呢，是现身说法。如果这个地区有缘的人多，你就应身，你像释迦牟尼佛应身，哎，也到这世间投胎啊，住个几十年，慢慢去教化他们。如果只有一两个人，有化身，又不是应身啊。你求他的时候，佛菩萨真来了，来了告诉你怎么修行方法，你一教奉行，他就不见了，就化身。真的是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，我们才一动心，他就知道啊，不但知道，马上就现身来帮助你，决定不会空故。但是佛菩萨给我们现身，给我们说法，有隐有显。显是什么？你看到了，你感觉到了，那是显。明印呢，是你感觉不到，他确实帮你忙了啊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啊。所以应化了有四种缘呐啊，隐现呢有四种啊，显感显印，明显的印，显感明印。啊，你没有不觉察的，他应了。啊，有敏感，自己信息发出去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但是佛菩萨来应了。啊，显感显敏感显应，敏感敏应。啊，这四种感应呢，随时随地都有。如果我们心细，粗心大意，就不容易遇到。啊，有些人与佛的缘深，啊，他见到了，见到怎么样？不相信，认为我眼花了。啊，听到了，他耳背了，怎么会听到这个声音？大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已经有印了，印对你不起作用，这是什么？你的业障深了
你的叶子障碍住你，那就等第二次，等第三次，不是没有感应，真有感应，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感应就会常常有，你才发现经上所讲的一点都不假。所以能帮助有情众生处理生死，永得解脱，故云过度解脱。这过度两字的意思，自己能得解脱，也能帮助别人解脱。这个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看底下一段。自然保守，真正洁白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。欲待成其宝，恒难成万物。光精明具足，善好殊无比，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是行自信的妙用。经文上告诉我们，自然保守，真正洁白。自然保守是什么意思？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就是宗门，宗门是禅宗。禅宗里面所谓的保人，保是保守，任什么意思呢？任宅任运，也就是自然的意思。下面举个例子，比喻，要行便行，要做便做，这自然的。你没有去考虑它，想做就做，想行就行。这个把这个自然保守的样子给你说出来。那么这个保呢，保者念念不异也。这个话很难呐。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念念不一样啊，前念跟后念不相同啊。前念跟后念是一样啊。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我们细心冷静就观察。观察自己的念头。想东想西想前想后。杂念纷飞。从早到晚，妄念纷飞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这个现象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象。轮回现象刹那之间变化无穷，一念善。三善道，一念恶，三恶道。
如何能保住念念不易用在念佛法门是最好了。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要是能够自然保守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自然保守，这要功夫这种功夫前而言之，经宗里教他做功夫成品。念佛呢，确确实实念到一片，就是自然保守。这里的讲自然就是任运的意思，故任运保守就叫做保任。禅宗里面讲保任，那我们一心专念，一心就求在往生上，除这个呢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什么念头都放弃了。我们做的善做的恶全不想它。别人做善做恶呢更不用放在心上。与我不相干。我从早到晚就一句佛号。抽一部分时间出来读经听教。为什么？它帮助我们觉悟。很容易觉悟。为什么？你心是定的。一般人听经学教为什么不开悟？他心是乱的。如果心定在一处了，这个大小乘经上不都说至心一处，无所不办。最可贵的就是把心定在一处，就是此地讲的自然保守，真正解脱。这个是非常难得了，这是真功夫啊！你要说这个功夫，我们要用多少时间来修成？这个没有一定，如果你真干真能放得下，一般讲三年决定得到，得到这个功夫你就能往生。你有寿命可不要了，我现在走，阿弥陀佛真来接你。为什么？功夫成片了。你要在这个世间再常住几年不该死，换一句话说你生死自在了，想住可以住，想走可以走，你说你多自在。这不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比这更高，这是功夫成片，是一心不乱最低级的。从这个提升叫四一心不乱，再提升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同一个级别，同等级。四一心不乱跟阿罗汉同等级。所以四一心不乱往生生方便土，功夫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，肯定是中品以上，每一土都有三倍九品，离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。
啊，下面真，真真呢，真是一真法界，真如本性呐，妙明真心呐，这些名词《大乘经》上讲的。啊，一真法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真如本性，所有《大乘经》上都说。妙明真心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与本经真舍之际当中，这个真字完全相同。这个真不是世间真假之真，真假两边都离开了，真真就现前啊，所以他用真真两个字啊，说明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啊，真是自己啊，就经云真真真，表非对妄而说之真，改为绝对，就是绝对之真，真中之真啊，自信嘛，真如本性啊，这是真真啊，皆无垢，白无染，皆六祖曰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见到了，也就是说他真的了啊，他见到此行了，本自清净，我们听到了，有什么样的体会呢？一定要觉悟啊！我们每个人的自信都是本自清净啊，只是没见到。见到的是什么？全是染污。那个染污是什么？染污意，阿赖耶里头的意识。那不是我们的真心，是吧？妄心，真心本自清净，没染污。啊，染污是妄心，妄心有生灭，真心没有生灭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第二句就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”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么我们说自爱，所以是现在我们讲人不自爱。这自爱是什么？你要爱你的清净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你被外面境界染污了，不就不自爱了？啊，我们起了烦恼。我们违背了五伦，违背了仁义礼智信，违背了四维八德，就是不自爱。为什么呢？那些东西是什么自性本有的？那叫本善啊，那是性德了。这些性德里头清净无染，一节百丈禅语，百丈大师的话，信心无染，本自圆成。
啊，圆满成就，本来是这样的。啊，跟慧能大师的本质清净是一个意思。所保任者呢，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对真心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保任？禅宗用禅修，用禅话头，用观心，他也有很多方法，真难，真不容易。啊，现在这些方法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了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黄念老跟我讲的。啊，他跟我讲禅讲密，对，现代人没有这种根性了。你去学这个东西，有名无实。啊，那么净宗的保任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句阿弥陀佛怎样保任？念佛号。声声佛号里头没有杂念渗透进来，你就保住了。念佛还会起妄念，就破坏了，你就保不住了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计数的方法。啊，提倡呢三个清楚啊，第一个，你的佛号从心里生出来，口里念出来，啊，心里头真有佛啊，那心是根呐，心是清净的，从心里念出来，念得清清楚楚，不要念得太快啊，念得清清楚楚。念出来了，耳朵听得清清楚，耳朵不要听别的，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而且每一句佛号，是我这十声佛号里的第几声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啊，这个方法了，印祖用了一生，他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念佛。用这个方法有效啊！这十句佛号清清楚楚是第几年啊？可是你心里就不要去暗记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错了了啊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必去记，但是清楚。为什么呢？你摄心在这个地方，外头杂念不容易进来。啊，执念摄身，到十，然后再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到十，啊，没到十呢，就在不要用一、二、十、三、十、四、十，不要执念法。啊，就是一到十。啊，目的何在？目的是。不容杂念渗透进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方法是有效啊！啊，胡晓林做实验，做了三个月，啊，120天，告诉我很有效。以前念佛有杂念，现在念佛杂念少了。啊，他做了报告，啊，很多人学习，啊，学习个三四天，效果就发现了。
印祖是我们这个众生感应他来的，我们众生有感，而且不是一个人感，很多很多人都出了问题了，他来了，为我们做出事情啊，教我们这些方法。啊，帮助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怎样报任啊，保任你功夫成品。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。无上者，往生论注曰：无上者，此道穷理尽性，更无过者。此道是大乘佛法。啊，大乘佛法对于宇宙万物之理讲的透彻，叫穷理。尽性也是穷理。啊，理是什么理呢？性理。啊，因为菩萨依照大乘方法去修学，最后的目标是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此地的穷理尽性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穷是穷尽。啊，尽是尽到底了。啊，真正把根找到了。所以再没有超过的了。啊，佛法到明心见性就是穷理尽性。啊，还有没有更高尚？没有了，就到此为止。这叫大圆满，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一个事实真相：众生平等，万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我们对于一切万物不敢轻视。啊，我们对蚊虫蚂蚁不敢轻视。他的心跟我们心一样，佛心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包括他。不但包括这些小动物，还包括了植物、花草树木，还包括了山河大地。啊，我们每天晚早晨拜佛，最后一定要拜十方刹土，微尘法界。那为什么同一个自信变的，同一个自信生的？自信就是佛性，所以本来是佛了。啊，那么对于我们上面的天人啊，鬼神、天神、诸佛菩萨，我们自然升起恭敬心，但是自己没有自卑感，无需要自卑。为什么？平等的。啊，恭敬是我们的心德。最好这种恭敬心也平等，对下也平等，对蚊虫蚂蚁平等。
对树木花草平等，对山河大地平等，那就是普贤行啊。普贤行第一条，离经诸佛。那什么是诸佛？我刚才所说的全是诸佛。那么现在这种说法，大乘教上有说，但是不多说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一般人境界。只有在一乘圆教经典里面看到。佛说真话，这个境界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。发现的是微尘里面，我们叫微尘，它叫粒子，叫量子，叫电子，叫中微子，它是用这些名词，都是很小很小的物质。普通显微镜看不到，要用科学家专用的那个特殊的显微镜才能够发现。发现到这最小的物质里面有受想行识，就是他会看、会听、会懂得人的意思。最小的物质，那我们要问，我们现在这本书，这一堆的纸，他会不会看？他会，他会不会听？他会，他懂不懂我们的意思？懂。我们给他这个信息，他有反应，他的反应我们现在看不到、听不到，但是。用科学仪器能侦察到，所以整个宇宙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全是有机体。换句话，它都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起个善念，起个恶念，全知道啊。不但鬼神知道，佛菩萨知道啊，树木花草知道，山河大地知道，我们住的房子墙壁知道，地板知道，桌椅板凳他全知道，你能瞒谁呀？你以为哎呀没有人知道啊？错了，你全错了，他全知道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这个就是在现在讲属于高等科学啊。我们以前读心经，讲心经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都把人来当作人肉体是色嘛，我们的感受就是受嘛，有苦乐有喜舍的感受嘛。我们有思想，能够想过去、想未来，只想嘛。行识相续不断，这个念头不断，识是阿赖耶，含藏这些种子。现在我们晓得了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全都有阿赖耶。所以一粒尘沙，一根汗毛，一根汗毛里头的一点点一段，通通具足受想行识。江本博士用一滴水来做实验，一滴水就是一滴，
里头有受想行识。那谁会看，会听，会懂得我们的意思。啊，他用科学的实验，让他结成冰，结成雪花，看他的反应。善的念头反应非常之美，啊，不善的念头就很难看，很丑陋。啊，做几万次的实验，一点都不差。最美的图案就是爱、感谢、感恩，这个图案最美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没错。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这个为中心。”啊，中国人的教育，中国文化实在讲就是教育。啊，这个教育是以父子有亲，那一种亲爱，是做原点。那是性德的核心呐、啊，人是仁爱，啊，是性德的中心呐、啊。就是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。中国教育的目的，如何将父子这种亲爱永远保持而不变质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呢，要把这个爱啊，这是真爱，是从自信里生的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族群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去爱。所以佛法讲，中国东西是世间法，因为只讲到人。啊，凡是人皆需爱，佛法的爱更大。啊，他爱虚空法界，啊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虚空法界他都爱。啊，这个心量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这个中国这个爱的时候，直到人呐、啊，人没有离开地球啊，他这个爱没出地球啊。啊，佛法超越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个爱呀、啊！往生论注上说无上，啊，此道穷理尽心更无过者，如宗门宝镜三昧，曰：潜心密用，如玉如露，但能相许，名主中主。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禅宗里头，宝镜三昧，潜心密用，潜跟密都是深的意思。你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了，用什么呢？
你所保任的真心本性的啊，这就是禅宗参究的秘诀。这个秘诀说穿了，就是世尊常说的智心一处，大家就懂了。把心完全集中在无染本净的真性上，你就保守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把心就定在这个地方，这叫潜心密用。表现在外面呢，如鱼如露，啊，是一个鱼鲁钝，啊，没有聪明智慧的人，啊，一般人看到痴痴呆呆的，啊，人傻乎乎的，没有念头，啊，没有聪明智慧，表现是这样的，实际上，绝顶的聪明智慧。啊，超越一般的聪明智慧，叫什么呢？叫大智若愚。就这种人，大智若愚。啊，一般不是真正大智，做不到啊。啊，也就是讲装糊涂啊，他不糊涂啊。啊，古人所谓的是，哎，难得糊涂，就是指就是这些人呐。啊，宗门难，其他法门也难。我们明白宗门修行这个秘诀，我们换一个方法，换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天到晚。心里都是阿弥陀佛，心里阿弥陀佛不能断，口里的断没关系。啊，口念累了，可以不念，心里头就不断。人也念佛念得痴痴呆呆的，啊，跟他讲什么头的阿弥陀佛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啊，所以时间久了也好，这人别给他讲话，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过个哎一年两年，人家自在往生了。啊，别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。这就是潜心密用啊！谁能发现你的潜跟密呢？必须是有真正智慧的人，心地清净的人，他能看见，他懂得，一般别人不知道啊，所以叫密用啊。啊，也不必跟人解释啊，解释就错了。啊，有一些同学体会到这一点意思，真用功夫啊，就他具备的条件，这是古今中外真正用潜心密用的功夫，他们一定具备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
啊，不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种功夫他用不上。可是，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有几个人？10000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，10万人中、100万人中、1000万人中，也许找到一个，真难得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要真放下。啊，我们常常讲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七情五欲。一向转念，相续不断，他才行，他才能用这个功夫啊！用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，要主中主啊！主是什么？真如自性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真如自性，跟自己真如自性完全相应。净宗的书生，所以阿弥陀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持名念佛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方法，佛说这是无上生妙禅啊，跟禅宗比的时候，这是无上神妙禅，不是假的啊！念佛能不能大彻大悟，能不能明心见性？能啊，怎么不能呢？啊，这个才真正是智心一处，无所不办啊！智心一处，能明心见性。那其他就不必说了啊，真正是无私不办呐！啊，此证不度化身宿中啊，披露顶上行走啊，这些话都是禅宗的术语啊，不堕化身宿中。化身有宿吗？有啊，华严经上化身41位化身，大师不就有宿吗？啊，不堕化身宿中就是超越了啊！他不必通过这41个阶级，一级一级慢慢上，他一下就通过了。通到上面是什么？妙觉如来啊！那就太快了这就是一门直超。在这个法门直接就到毗卢顶上了，妙觉如来了啊！禅宗极则是净宗之极光上上品也，以此为志愿，故名无上。这个愿真正是到基础了，谁敢发这个愿
学佛人当中没听说过，我们在典籍里面所看到的，只看到六祖慧能一个人。他到黄梅见五祖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想要什么？想求什么？”你看现在这些信徒要到寺庙问老和尚，老和尚问说：“求升官发财啊。”求保平安呢，不对，求这些吗？五祖问慧能，慧能说：“我想成佛。”这个不容易啊，他是想来成佛的。他不是干别的啊，任和尚没有辜负他，8个月真的帮他成佛了，叫他到对方里头冲迷破柴来干什么？叫修行呢、那就是此地所讲的潜心密用啊，他行。所以五祖用这个方法，别人不知道。那8个月是他在练功，所以听五祖说法，几句话就开悟。他那个潜心密用就是智心一处。这是用宗门的方法。每天干什么？就冲迷破柴，师父叫我干的，我就干这个。除这个之外，一念不生。妄想分别都没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在干这个。我们如果是不是在大乘教里面，这么多年的熏习，我们看《坛经》看不懂啊！不知道人家8个月是真在用功啊！真在那个地方历练了，磨练了。烦恼习气全磨掉了，自信心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